你这样，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赶紧去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去那边找，我去这边。好。别嚷嚷！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你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，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我可真的帮不了你。我姓张，原来是张皇妃系的，后来被卖给忠义救国军。 宋护区的总指挥何健，当姨太太，他对我不好，还总打我。后来，我就跟他的车夫好了。韩才仪为什么要抓你？我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真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 哟，这么快就亲密上了？没事，别害怕，忍着点，来，好。 去哪儿啊？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可以去我那儿。钱之峰和韩彩依一起出去的。是，钱之峰开车说是出去转悠，为什么不跟着？ 韩小姐在我们怎么跟呢？钱之峰傻，那韩小姐多精啊，肯定得发现。再有他那脾气，现在他们回医院了吗？还没有。科长，您说，这韩小姐跟钱之峰怎么搞到一块儿？出去给我找人去。是。 把她给我绑起来。她现在是个孕妇。我让你绑就绑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快！别忘了，你也是个女人。张小姐，先委屈你一下，没事了，把手给我。 结实点儿，行了吧？把脚也给我绑上。还有这个必要吗？快点儿！说吧。 东西放哪儿了？
说出来我就放了你。你是哪边的人？你别管我是哪边的。我不知道你要的什么东西。张小姐，你从何健那儿把中医救国军的作战计划偷出来，不就是为了保命的吗？现在用他的时候到了。你是军统的人，你最好别问那么多。我说平江路复兴旅店，我是在那儿被抓的，东西放在床底下。没骗我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你，是真的。你答应放了我的，你答应过的。别紧张，会没事。我还以为没事。刚才你说的是什么计划？中医救国军的作战计划。中医救国军？我从何县那儿跑出来的时候，从他那偷的。说的是什么内容？有打日本人的，也有打共产党的。具体的细节你知道吗？我识字不多，很多东西都看不懂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仔细看。不过何健总说共产党怎么坏，所以打日本人第二，给共产党找麻烦是第一位。没事啊，你放心。这样，等会儿你从这儿出去以后呢，往西走，啊，来，把钱拿着，买一件衣服，去吧。大哥，你和他不是一伙的。你看我们像是一伙的吗？来，去吧。会没事了。大哥，刚才我骗他的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所以我不想骗你。那份作战计划不在复兴旅店。不在复兴旅店？在山塘街的同春戏院。戏班子里有一个我最好的姐妹，她叫小桃红，我把那份作战计划放在她手里了。谢谢你。来，我送你一起走，别害怕，会没事的。张小姐，钱大夫，可以呀，你好人，看来你对付这种女人还真有一套。同春戏院小桃红，三言两语就把话给套出来了，这点我还真得向你学习。张小姐，你说是吧？你为什么要暗算？暗算你？哼，还不知道谁在暗算谁呢。我提醒你，下次在装晕的时候记得不要屏住呼吸，晕过去的人也是要喘气的，你是个医生，这你不知道？你去找那个小桃红，别跟我耍心眼儿。一个小时之内如果不回来的话，张小姐有个三长两短，就是你害的。张小姐，别害怕，我会回来的，等着我。快去。科长，韩小姐的车找着了。
确定吗？非常确定，就是韩小姐的车。当时没敢跟得太近，但是看见车进了永明巷，就是钱之峰家那条巷子。下车的是几个人？因为是韩小姐的车，这帮笨蛋没敢跟进去，没看见。你们真是一帮废物。什么事可以告诉我？我找到他。知道中医救国军吗？知道啊。他们的作战计划对你们来说重要不重要？当然了，中医救国军老和我们新四军搞摩擦呀。怎么了？你能搞到？是。计划以后啊，回去赎人，我们在你家巷口外埋伏着。好，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先生您好，您找谁啊？麻烦我找一下小桃红。不好意思，小桃红今天不舒服。你跟他说，有个姓张的小姐让我来找他。请先生进来吧。您请。你就是小桃红？翠玲让你来的。对，她让我到你这儿来拿她放在你这里的东西。他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等一下。先生，这个给你，帮我好好照顾我那姐姐。去永明巷。好。哎呦，好！哟，怎么了？啊？我脚踩着脚了。哎呦呦，你先别动啊，让我看看。大哥，我后边有药，能帮我拿一下吗？应该骨头没事，是筋扭了，千万别动啊。哎，没有啊。刘组长，韩科长的车呢？刚刚还在。你们干什么吃的啊？这点事儿都干不好，找去。是。回来了。怎
有点不对啊。他没说跟韩彩依是怎么回事。未来自己说。你怀疑他？韩科长，广济医院打电话来了。什么事？是那位姓夏的护士说您还在医院住着，让您赶紧回去。你怎么说？我说，您还没来上班，我不知道您在哪儿。好，他们再打电话来还这么说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，你有一项检查结果似乎不太正常。哪一项？没说，只是说很重要，务必请您亲自到医院去面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钱大夫，嗯，韩小姐来了。钱大夫，你要是想我了就直说，何必扯那些乱七八糟的呢？坐。不必了。有事直说。韩小姐，你头痛没事儿，麻烦在你肚子里。恭喜你，你有喜了。韩彩依又回医院了，那钱之峰呢？也正常上班了。钱之峰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吗？那你也太小看我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可以到别的医院去复查。我会的。韩小姐，你好像还没结婚吧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是不关我事儿，可你姐会为你担心。你要挟我？不敢，我只是想要回你派人偷走我的东西，还有和你一样怀孕的张小姐。
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 见鬼了！笑什么呀？你啊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他。笨蛋，青林，你要帮我渡过这关。 今后我全力支持你们情报科。别客气，不过目前为止，我只是怀疑，还没有十足把握。你发现什么了？韩彩仪今天上班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怎么了？我还问他那头疼好了没有。你仔细回忆一下，他是哪天住的医院？ 科长，有消息了？怎么了？人家要没事换件衣裳，跟我看戏去。 戏呢？马上开始。徐青莲，你竟然怀疑韩小姐？跟上。 你为什么要把张小姐从医院里偷出来？还有，非要她手里那份作战计划，很多人都想要。嗯，是日本人想要吗？是何健，那个把作战计划弄丢的家伙。如果重庆知道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，他们能要了他的命。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说呢？他们出价不菲。怎么，韩大小姐也缺钱？<笑>老赵没跟你说吗？我是一个花钱如流水、不知道节俭的女人。前面右转。 站住！小彤，没事。什么人？你们两个在这门口等着，是吧？原来是你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想跑，我就踹了他两脚，他就成这样了。大出血，必须马上输血。
现在？对。再不出血，他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哪儿都不能去，他死就死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来，张小姐。谁呀？送开水的。许星林。他怎么回来？我怎么知道？快脱衣服。许副科长。哟，杨队长也来了。你们眼睛往哪儿看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来查案的。你们可真够讨厌的。我请钱大夫来给我治头疼，这刚治了一半就被你们打断了。有事儿吗？没事儿请出去。咱们的麻烦够多的了，我知道，我是跟一朋友约好了去小周两位啊。是啊，今天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。是啊，是啊。一定要坚持住，你放心，你会没事的啊！坚持住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你哪儿都不能去，你给我让开！你如果出去了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就全完了。你不能这么做！再不救他，再不给他输血，他就得死。你把他送到医院，他也是死。你放心，我是医生，我有办法救他。你把他送回医院，就等于把他还给何健了。他不但会没命，还会受尽折磨。你理智点。希望你们理智一点。你们想想，他肚子里面还有孩子。来，张小姐，坚持住，你会没事的。啊！不要再救我了，没有用的。你会没事的。不要再救我了，张小姐。帮我把这个给小桃红，可惜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。张小姐，他看不到这个世界，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。
是个好医生，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医生。我不是。杀一个人永远比救一个人容易。在这个年代，是的。他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吗？他说很遗憾，孩子没有出生，没能看见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见也罢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他让我亲手把这个交给你。他都怪我，其实我可以给他治好。不用说了，你等一下。这个给你。他嘱咐我，什么时候见到这个镯子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拿出来。谢谢。赵科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太医啊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跟钱之峰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什么？站里上上下下都在说，你跟钱之峰……谁说的？你们科那个姓田的是站里出了名的大喇叭，许清林跟他说了，那不等于跟全站上下都说了吗？说了怎么样？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跟他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钱之峰是我的朋友，你别害了他。来，这见你一面真够难的啊。志峰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所以得加倍小心呢。嗯。什么？你们要的东西。志峰，这是你从哪儿搞到的？张一泰临死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手镯，他让我拿着手镯去找他的小姐妹，没想到东西拿到了，人却死了。啊，你看这东西是真的吗？是，是真的。志峰，你可是立了大功了。那好，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志峰，嗯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你在苏州继续待下去有危险，还是赶快转移到根据地去吧。新四军那边太缺你这样的好医生了。老谭，这件事儿我还没有想好。还是因为胡梅玉的死
放不下。志芳，凡事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。你说呢？我知道，让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抓紧啊。嗯，这次他们把你放出来，并不代表你以后就安全。我知道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谢谢。有雄黄吗？雄黄有啊，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用的？我要是用来治疗蛇虫咬伤，可以用雄黄粉加蛇床子，用水银和猪油调制好外敷就行了。如果是腹痛有虫，可以喝雄黄酒，既能杀虫又能去疟，还可以祛痰。我要雄黄酒一壶。好。不过这雄黄酒啊，虽然是好东西，可也有毒，不能多喝。来。好的。韩彩衣的面前又出现了张小姐那张苍白的脸，她可怜她的孩子没有看到这个世界，然而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好看的？钱志峰说杀人永远比救人容易，韩彩衣知道他说的没错，可又有谁天生便喜欢杀人？老天是有报应的，既然张小姐的孩子没有看到这个世界，那么你韩彩衣的孩子也同样没有资格活下去。